呢个 channel 咧系做一啲关于游戏嘅新资讯同埋直播嘅，中意记得俾翻个 like 同埋订阅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魔人，咁啊今日翻到嚟咧又抽一抽嘢啦，咁就有券系啦，放少少券啦。咁呢度咧就应该系百几年抽啊，系嘛？大概系啦，百几啦，咁我哋数落去睇睇啦。嚟个十年抽先，抽晒佢睇下可唔可以升到一啲好嘅角色啊！嚟个荆州先啦，睇下会唔会爆金先。荆州 ，OK， 好睇睇啦。开门蓝色喎，咁啊有呢一个嘅刘备啦。哦，真系斋一只刘备嘅啫。咁啊，再嚟多个十年抽荆州。好，睇下又会唔会中到好嘢啦？哎，金色啊冇喎，紫色喎，又系刘备。啊，我记得上次系咁抽中星彩嘅，今次系咁刘备。长驱入敌围啊！厨房，好，厨房，徐公明，超凡 ，OK， 冇啦。咁跟住再嚟多十抽。会唔会有金色啊？哇，啲金色都几难出噶，因为我啱啱开 game 嗰阵时咧，就觉得易出啲嘅，唔知点解玩到后少少，我又觉得难出咗。星彩，孙尚香，有冇啊？仲又系厨房，厨房，好，纸。咁依家差唔多，诶，我哋头先抽系几多抽啊？三十抽，依家第四十抽，嚟四十抽会唔会中咧？睇呢度啦，开门，红桃创起多曹丕，超凡曹丕，星彩，其实星彩都好嘅，我要。我真系要星星彩，星彩真系劲。好，跟住咧就再跟住系五十，系啦，五十年抽，五十年抽啦已经。哇，咁快已经去到五十年抽啦，金色咧都五十噶咯，好有金啊！五十之后，哇呢个许褚。许褚其实都啱嘅，但系又唔系真系好啱咯。仲康，许仲康，好星彩，好许褚。我记得好似可以同我嗰只嘅，唉唔记得啦。有佢，诶许褚好似可以同呢个嘅太史慈咧，系咪咧？好似唔系，好似系典韦。好，再嚟。不过冇所谓啦，越多金嘅话你就越劲嘅啫，啲基本再嚟啦。OK， 金色冇嘅，系紫色，都系厨房。哦，唔系，记错咗添。呢个系曹丕，屌 Q， 仲有冇啊？孙尚香。OK， 跟住再嚟啦。继续荆州啊，净系荆州，抽爆荆州，抽爆荆州出乜嘢呢？开门蓝色咯，屌桥，好啦，再嚟荆州啊，会中啲咩呢？哇！呢道门开得好耐喎，已经有金色系嘛？唔系捞咗好耐喎，道门关平啊，跟住就系寄情封印上复仇征战中王二啊。我哋嚟到呢个嘅已经系八十抽噶啦，八十抽又止唔止呢？金色啦，系嘛，系啦。暂时见到孙尚香究竟系边只咧？护主不识死，哎呀，我冇，哇，又系典韦，我中个典韦啦，已经系咪要升典韦上去啊？好，咁啊变成碎片添啦，
跟住就仲有两次，即系咧，我哋已经系嚟到一百抽噶啦。一百抽又中啲咩呢？好难中啊！啲金色，喂、哎，都系蓝色。小乔，跟住就星彩，哇！星彩真系有条件升爆佢，系咁出。小乔，好啦，最后110抽嘅荆州，会系啲咩嚟呢？有冇金色啊？金，哎呀冇喎、啊！哎呀，冇金色啊，真系阴功。碎片啊，有金。好啦，咁就跟住嚟到呢一个嘅，等我谂谂先。110，跟住就120啦。荆州大概都有150抽嘅，我谂。哇，捞劲耐咯，荆州嚟啦！哎呀，冇啊，120抽冇，爆三两。我已经记得晒嗰啲字句咯。130抽，荆州嚟啦，开嚟见我。金色啊，冇喎，130都冇，140又冇啊，关平。好，140抽，可能都未必有，未系保底嗰个位。好，140抽有冇咧？140抽，喂冇喎，下十抽可能有嘅，150抽啦，荆州。150抽出嚟啦！诶，我都系冇，竟然连环计啊，貂蝉啦！嗱，咁样就150都冇。哇，咁其实我再抽落去，我都仲要抽多30抽，咁系好似唔系好够。咁由佢咯，系咯，咁150抽先咯，停一停先啦，系啦，今日咧，今日好似两只啫，系咯，两只金定唔知三只金，唔系好记得啦，但系都唔系好重要，即系我唔系好必要升嗰啲，不过我哋抽蛋，下次睇下再抽唔抽到啱噶啦，好，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，兄弟们睇到嚟呢度咧，条片已经完噶啦，如果想支持我嘅话咧，可以揿落去加入会员支持我嘅 channel 嘅，仲有就系 share 埋俾你啲 friend， 等佢唔好错过一啲游戏嘅资讯啊嘛。